咁其實嚟緊都準備月尾又會出碟啦。嗯，幾耐冇出碟啊？集合預估啊，四年幾咯？哇，好耐咯！有 CO3 係四年啦，四年到四年，就2017年到依家啦，已經係。除了等出碟之外，仲有過兩日都有個 show 啦，嘅 show 啦 ，live 啦，音樂會啦。啱啱人個音樂會嗰啲飛係因為唔公開賣嘅。哦，哇！搶到暈。有人網上炒賣話6000兩張啦，其實都冇人買，唔應該佢哋應該醒目㗎啦。嗰啲冇人買啊！啲 fans 醒目。揾我買啊！5000兩張係啊。我就5400咁啊，因為過咗價啦。有冇啲 fans 私信你哋啊？話俾你聽有啲不法分子咁樣啊？係就係因為知道咯，佢就 send 咗俾我哋睇，跟住話。有啲就唔上當啦。應該都不會上當的，你都明智的。